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水木强，咱们小伙伴可以猜一猜我现在所处的地图是哪张地图，你们肯定很懵，这是什么图呀，以前怎么没有见过这种图。其实这张图是一张白图，白图就是地图刚刚做出来，只有白色模型，还没来得及装修的地图。就在今天，我得到设计师的邀请去参观一下刚做出来的白图，来到这里一看，我也有点懵，这也太简陋了吧。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不够、中途疲软、阴茎短小、虚汗、阴囊潮湿、肾虚引起的腰酸背痛等男性问题，可添加中医老师微信8783400，中药秘方调理，对症下药。记住中医老师问诊微信8783400，海内外患者朋友皆可免费咨询。还没有装修的情况下，还是可以非常轻易的看出那个物品是什么东西。在这种状态下，好像人物都变得非常的明显了，想找个地方躲都变得很困难了。那些除草外挂是不是也和这样的类似？好了，今天带大家参观白图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